哎、欸，每次都不一样哎、欸。哇哦！水哦，雷哥！啊，绿起来，绿起来！哇哦！真的有点吓到，哇！不是啊，我还没有远程武器，是不是？我可以咻补一下，好了。然后呢，这只要在身上就好了嘛。嗯，插来使用。我白痴哦。雷哥开大喽。嗯。哇，哎、欸，我怎么没有早点发现这游戏多好玩啊！天哪，之前怎么会找不到游戏玩嘞？这就这么好玩！虽然好玩，可是。他这个画面动的是真的会让我头有点晕。钱，好了，我们来女王了，女王喽！哇哇，你敢打我？你敢打我？手举那么高干嘛、啊？小块肉，特大剑带，特大剑带。换掉。咻！补充，捡起来，好，是，我那时候在想这个游戏叫什么，你在想说不是阿瓦隆啊，也不是阿什么啊哥啊。升阶是不是？有几率闪避敌人攻击。吸取你周围敌人的灵魂。这到底是什么啊哥啊。
我们来不及了哎、欸，等一下要开台，不等一下开台啊，等一下跟他们玩，二公拿。好，位每个位置都有。安安啊，我没兴趣。哎、欸，好有兴趣。被打了，被打了，被打了，被打了！不是啊，他翻滚不要跟吃的尸体是同一个键啊，会往前滚啊。哇！哇！你厉害！你谢谢你杀了我，我要去换游戏了。这储存是什么？哦，存档哦。好，我们先退出，下次有机会再玩。复仇模式，返回，退出，是，还不错啦。那个下次再开来玩，因为最近要玩《魔物猎人》，所以这款游戏就之后再开吧。好，我先换游戏，换分类，换那款游戏叫什么？多人。开始游戏，新增游戏截取，逃狱。打不开，开启游戏，执行。哎、欸，干会不会大家升啊？等一下哦，我怕太大声，我怕来不及，我要抱着你。哦、白痴哦，我调过了。这款以前我调过，没问题。然后拉大它，往下拉。好，让你狗看一下。我先把你们声音关掉。
我是开2%，你就从那个啊，你的右下角调啊。我现在很多都低于5%，欸，玩游戏。有声音超大欸，对啊，我还有实力强，晓得我。开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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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让我来瞧一下哦，他拿东西。开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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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今天有新手一起逃狱，土豆王者。土豆王者，我们一开始先来最简单的第一关好了。酱油带我们，我带你们，你们带我吧。我们要去削土豆。我们是土豆王者，有听到回音的？我也听到了，我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酱油，你的，我的，对不起，我关掉了。最简单的是中央公园吧？对啊。好，就是他了。我要来吃大波路了。哎、欸，他好多好多囚犯了、喔，我要一个个改名吗？不要了，不用了啦，不用了啦。太累了，在哪里啊？只是改名字会比较好找到人而已。嗯嗯，等云月妖啊。等下他有一些预设改好的，还拍还可以还行。哦、有记录到你的，有记录到之前改的。对啊，叫做 Moco 打的啊，东西在 Moco 身上啊，这样比较好找。安安，感谢牛排。安安。安说到 Moco 好像没在这一群里面，我把它加进去。又要土豆王了，没错。今天是土豆王者的日子。我记得我是先进入游戏之后才邀你们嘛。好像吧，忘了。我先进去看看。逃狱，没错，今天是逃狱。今天带一个新进人员。纯新手，刚刚才买的，新鲜的，对，不让他退款。1小时59分，所以我先下线了。邀请，好，我三个人都邀请了。邀请在哪里看啊？邀请指定。我要怎么去探查？我都忘记了。安，这是攻击，左键攻击啊，右键不是那个防御。我要怎么才拿东西？1月17号才能逃出去吗？嘿，啊，左键是攻击。我怎么开抽屉啊？啊，先点名。按一，点名。点名，选择你的角色。哦，点到了。所以那小精灵是谁？我。小精灵。我。好。好。酱油出来，赶快去点名。哪里点名？点名在哪？来不及了。你看，你右上角有个地图，他都会跟你讲你接下来去哪里，有一个指示。嗯。我怎么觉得这警察想 K 我啊？你可以先 K 他，先下手为强。吃完早餐，只要走进来就吃完早餐了，真方便。对，排队耶，我宝贝排队。嘿，瑶，他打我，我要死掉了。你为什么要打人？直接打人啊！直接打人啊！有人要抢土豆喽！土豆王者是你。哎，我该注意什么？该注意土豆怎么削。嗯，我会有房间进得来吗？这闪闪啊，会啊，他会冲进去啊。这团团的房间啊，阿比，我要先躲在这里一阵子。你有没有吃早餐啊？右上角要打勾哦。你那个时间下面有个什么早餐时间要绿色勾勾？
你只要有一个东西没有完成的话，会有警报。那、怎么办？现在自由时间。我刚黑人呢。我跟你黑人的话，你要躲掉他们，就是直接，我直接躲在柜子里面。不要惊醒了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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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怎么跟他对话？团团啊，我要黑人。抱歉啊，团团。为什么要是 Karen 啊？我为什么要跟他对话？我就给右键，按一下一就好啦。哦，是哦，按一，按一。这里是电话啊。回文针、锉刀、木棒，我要把一些东西藏到我的柜子。躲到柜子这个吗？哦，这是法师的工作台。不是，工作台的柜子差很多啊。安安。安安，感谢礼物。对啊，逃逸很久没玩了。然后犯人头上有金，他要给他接任务。阿旺哦，要我买东西哦，潘先生，我先买波机哦。先读书啊，对，要先去读书哎，好，好了，我先去读书。嘿嘿，有人厕所塞住了，谁厕所塞住啊？一拳的，他这边居然有螺丝刀，拿来用一下木头。我要去读书了，读册喽。读书？对啊，这个游戏是要读书了，不然你开始什么都不会。不用了吧，我们安全了吧？啊，对耶，忘记了要读书。在读书，我在读书。T A Y L R。读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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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想要谈谈什么？嗨，警察你好。然后酱油，嗯，我忘记要讲什么了。就是你会看我们把东西扔地上，只要是可以捡，只要是道具上面显示是绿那个红色的，那都是违禁品。红色的框框，它有个红色框框跟绿色框框，你移到你的道具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了。而且还有金枪号哎。然后你被警察打晕送到医院的时候，那些都会被没收。红色框框的部分会全部收掉。哦，音乐搓板。等一下，这里洗衣间在哪里啊？二楼，二楼，二楼、哦。洗衣间、啊，洗澡吧。啊，对，洗澡间，二楼啊，就是啊，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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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我去吃饭，吃饭，加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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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跟着那个做东西嘞，黄色箭头，我在这边啊。做东西怎么做？按啥？我有托盘了，坐下。按 C， 按 C。哦，哦，对，要去看看书。哎，谁又打架了？打架。打起来！打架！先打架！餐厅有人打起来了！餐厅打架！餐厅打架了！啊！是喵哈耶打爆你！啊、这么气，太气了！快跑！警察打他！警察打他！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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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看他打我，他打我，是他打我，不是我，我没有，没有，不是我，是喵哈，他刚刚感觉很像在欺负我。工作时间，好，有人要去工作吗？工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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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工作。你先去照着黄色箭头走，走到那个定点，把那个工作时间的右边先让它有打勾。你看地，你的画面上有一个黄色箭头，教你怎么走。打勾。这是什么啊？我要继续去读书了。读书时间，读书馆在一楼吧？嗯，一楼的右下角。哎、欸，我哈记，我从你那里干走了音乐搓板。你哪里？你要去打架是不是？哈记的柜子啊。我怎么干嘛读书啊？旁边还有啦，不要跟我抢到书柜啦。哦。我怎么没看到黄色箭头呢、啊？啊，有啊。你先走到二楼，你先走到二楼。你的画面上会有一个黄色箭头。对。哦。
我忘记我是接谁的任务了。没关系，那就是应该可以看吧。啊，这样子知道我们这个游戏目的干嘛吗？不知道啊。我们要逃狱，这个游戏叫做逃狱，我们要想各种方法逃离这个监狱。那方法有很多种，就是可能到时候等一下看他会提示什么，要怎么玩这样子。嗯。右边，右边，左边，左边，哈基去右边。哎、欸，什么东西？你现在不是想洗澡吗？我是说太累了。对啊，你要去洗澡、啊。太累可以洗。哦，洗澡吗？嗯，你贴着下面走去二楼，然后